哦，空调23度，跟你每次在驾驶舱选的温度一样哎。吴小岩，要不要我拿个检查单给你读一下？我设置成相同温度是为了随时保持状态。哦，顾小岩，你昨天好像忘了回我的微信。没有啊，是你发的多余。为什么？本来就是我的疏忽，为什么你要道歉？我最近发现你有一点点可爱，柔的可爱。开车都能开成定速巡航，不行，也太好玩了，我怎么才能安静一点。OK。你好，吉夫。嗨。把副驾驶温度调高2度。飞机不能开窗，汽车还是可以开窗的。呼叫员，所有地球上的生物都是需要新鲜空气的。你怎么老一个人坐呀？尝尝我的下饭神器。飞行前不应该接触任何刺激性的食物。这不是刚落地吗？快尝尝，可香了。像吧，飞行前保证不吃。观察员，我已经飞满170个小时了，坐了这么久的冷板凳，是不是能有一点新的突破？可以做好准备了。真的吗？那再飞30个小时，我就可以申请副驾考核了。算上飞长沙那次中间的返航对降时间，你还差28小时。我的事儿你记得比我还清楚哎。虽然你不是每次都跟我飞，但作为教员，你的任何进度我都会掌握。我记得你说过，我飞好每一次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。怎么样，有没有被安慰到？还有个事儿要汇报。现在，我来发新的航班。目前使用的还是金属航规，使用的时候要谨防擦伤。虽然这只是一枚小小的徽章，但是它却代表着你们的职业身份和与之相符的职业态度。按照我们公司的惯例，由教员为学员佩戴徽章。谢谢顾校长。程程，你的徽章自己带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是你带，为什么我要自己带？你拿好。我也是进阶的飞行员，这份荣誉我为什么不能有？
睡眠有点紧啊。每一次出勤都要佩戴好徽章，拿出你们最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来对待每一次飞行。好的，顾教员。好的，顾教员。陈导，我终于回来了。时隔半年，我终于回来了，我就想拍张照做个留念。这是给你拍照的地方吗？这不还没到点儿吗？拍个照也没事吧？给你十秒钟。谢谢。手机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给我，都说了收起来了。站过去。啊！快点，需要五秒啊。